富士集团股票大跌是不是要破产了？请问苏总，您的产品是不是致死人了？苏总，网上有很多受害者发布的视频，你看到了吗？我，林管家，哎，干得漂亮！赵公子，好戏还在后头。是啊，就在这儿。姓苏的，你害死我老婆，还老命来！不良医生杀人偿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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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人偿命，不良医生杀人偿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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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们，大家一起上，抓住这个地方，别让他跑了，走！是的，上，走！一起上！哎，你别乱来啊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他妈是什么人？给老子滚开！我看该滚的是你们吧？收了钱就故意抹黑苏氏集团，在网上造造谣言就算了，还怎么闹到这儿来？有种就把你们背后的老板给叫来呀！你胡说什么？什么造谣？说清楚！我女儿就吃了他们产品，吃死了！谁造谣了呀？就是，闭嘴吧你！还女儿，你也有脸说这种话？无业游民一个，连老婆都没有，你哪来的什么女儿啊？啊！你刚才说这些人造谣，能详细的解释一下吗？请问你是苏氏集团的什么人？你说的话可信吗？你们要是不相信我，总应该相信青山资本吧？青山资本是那个全球最大的投资机构。没错。青山资本此次入驻海城，早就已经选定了苏氏集团作为他们在国内投资的第一家公司。要是苏氏集团有问题的话，难道青山资本审查不出来吗？照你这么说，难道真的有人在背后抹黑苏氏集团？那你们就要问问他们，敢不敢说实话？请问你们真的收钱了吗？能不能告诉大家你们背后的老板是谁？兄弟们，忘了我们来的目的吗？大家一起上，抓住这个人！上，上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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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抓住大家，抓！妙思小姐，没事吧？哦，对，你的手机。谢谢。客气了。你好，我是青山资本负责人。秀琴，刚才这个人你见过吗？小姐，我也没有见过他。那他为什么会提前知道青山资本要给我们投资？小琴，你马上给我查，我要知道这个人所有的资料。是，小姐。刚才那小子哪儿来的？他坏我的好心。这我不清楚啊。查，马上给我查！是哪回他祖宗八代的资料全都给我挖出来。海城之父秦相如拜见帝尊大人。龙门战神苍月拜见帝尊大人。拜见帝尊大人。起来吧，帝尊大人。按照您的吩咐，刚才我已经安排专人与苏氏集团苏小姐接触了。苏氏集团当前发展势头强劲，的确是我们青山资本入驻海城投资的首选目标。不错，但别忘了，还有齐家的那百亿投资。帝尊大人请放心，一切早已安排妥当。帝尊大人，这五年来您已经暗中多次帮助过您的妻子齐心如小姐，并硬生生把齐家抬到一个本不属于他们的高度，如果再给他们这百亿投资，会不会……区区百亿投资而已，算得了什么？帝尊大人，当前青山资本在海城招商一次投资大会，我们邀请了全国知名的企业家以及财团的负责人，您是否亲自参加？再看吧，我先给我老婆报个喜。
一下。喂，怎么了？喂，老婆，你现在怎么，心如？你的废物老公又找你？不管他了，我们走吧。现在查我老婆在哪儿，立刻，马上。What happens next? Download Real Short.